这个暑假出行啊，今天遇到人太多了。为什么呢？我坐的这一趟啊，可能是中国的旅游景点吧，相对来说较多的一趟。从这个威海龙城那一块儿啊，一直是开到这个西安。大家想想这一路上多少网红城市啊，威海啊，什么龙城啊，淄博呀，洛阳啊，这个西安啊，我天，简直了！现在又是暑假。你知道吗？这又一路穿过山河四省，一到陕西这几个省人口又多啊，那太可怕了啊！哇，这人太多了，我已经来晚了，还有这么多人啊！你看这普通周中的啊，这站台都已经满了。你看对面，哎呀我天，刚才候车大厅的人都是满的，太多了这人。高铁进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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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号列车，子弹头，哎呀，夏天出行人真多呀，伙计们，太可怕了，家人们，不但热而且人多啊，这各种人都已经满了。这是周中出行啊，再强调一遍，周中出行，周中出行啊，人太多了。时间只有两分钟，我觉得高铁停站时间挺短的，我得赶紧上。这是我的车厢到了，其实还是能看出来有不少人，这还没出山东人就已经坐满了，暑假的人太多了。东西还没放好，车门已经关了。我坐这儿，我的箱子放在那儿了。这人好多，真的好多。开车了，一会儿得去餐车是吧？吃点儿。我这个到洛阳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时间特别的长，然后在车上也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个想升舱升到一等座也升不了了，车长说位置都满了，今天这一趟车是满满当当的啊。看样子外面要下暴雨啊。我现在啊，寻思着去这个餐车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去。这一路上啊，车厢全满了，幸好这是高铁。这要是这个绿皮车的话，就太惨了。多全是人，每一节车厢都是满满当当的，家人们。看这箱子，太多了。哇塞，到餐车了，家人们，全是人啊！到餐车了，家人们，哇塞，这还没有座吗？应该是有座的啊，找个位置坐下。本来想着来餐车躲个清静，结果餐车也满了，太可怕了。列车员跟我说有座，有地儿坐就不错了。这个到地儿了，到济南了啊，所以说一帮人走了，我就赶紧得餐车啊占了一个座，一会儿还能吃顿饭啊。太多了，夏天出行真是受罪，家人们，啥也吃不下，拿杯冰的东方树叶吧。一杯一瓶8块，不错。开车了，从济南继续往东，每次从山东这边去河南都特别难受啊，因为。这个济南到郑州的高铁好像要到11月才开通，这两个城市现在之间不通高铁，只有绿皮车，所以说每次到河南你只能从两个地方转，要么你从河北转，要么你从这个江苏徐州这边转，每次就特别麻烦，要花5-6个小时。但实际上这俩地方实线连通的话啊，2个多小时就能到，但是非常的麻烦，非常没有连通，还是每次要出行花费大量的时间。你们看啊，这里面坐的几乎都是补票的啊，很少有吃饭的。你看一共坐了多少人，就证明这个夏季出行啊还是很忙的。因为我现在是夏季出行的，夏季出行跟春运我觉得还不一样。春运虽然说也挤吧，毕竟是回家对吧？那夏季出行就很难受了。但是由于这个放假的人太多，然后你就要承受比平时好几倍的运力。
出发出发，继续往洛阳进发。这个我又换了一个位置啊，然后因为跟人家那边的那个有孩子要坐呢，然后我就跟人家换了个位置，然后换到了这边第六排啊。哎，我发现这趟车上的人基本上都是要往西安那个地方去的，基本上都是到终点站啊，所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滕州是不是还属于山东啊？应该还没出山东。哎，都是出来吞云吐雾的啊，包括我自己。什么叫风驰电掣啊，家人们？这个才叫风驰电掣。现在从山东啊，要转到徐州，然后才能回到洛阳。哎，你看看我们这个中原的大平原，是不是觉得这是自古必争之地？对，为什么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必争之地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广袤的粮食资源，在农业时代啊，控制了粮食就是控制了一切，控制了中原你就有了粮食啊，所以说呢啊，你一旦得到了这个粮食，你就有了天下啊。而且呢，这个很多人说呢，江南也有粮食啊，但其实这是不完全对的啊。江南的人呢比较文弱，对吧？哎，你有了中原的这个粮食，你又有了西北的强兵啊，你才可以去争天下啊。包括山东这个地方也是，山东自古以来就出精兵猛将嘛，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啊，地域限制所使然啊。哎呀，这徐州站到了啊，我也算是到这儿能歇一会儿啊。哎，这个行吧，那接着咱就往前走了啊，就不说了。这个再订一份铁路60块的盒饭啊，这个什么肥牛饭啊，是吧？哎，一份这个米是吧？哎，还有这个汤。啊，然后呢，这边呢有肥牛啊，各种的东西，啊，这份饭呢是60块钱，嗯，还可以啊，是吧？哎，吃完饭就差不多到洛阳了啊，不错。现在是下午5点多，快6点了吧？我从下午1点多坐到现在了啊，感觉自己都已经啊快坐秃噜皮了啊。呵呵，这个太久了，还得再坐一个多小时啊！现在山东来河南真的是不方便啊。郑济高铁如果要是不修通的话，确实时间太长了，真的是太麻烦。晚上6、7点啊，终于到了全亚洲最繁忙的这个高铁站之一或者火车站之一的这个郑州东站啊，这个不容易不容易。下一站我就要到洛阳了。站台上全是人啊，太多了。这已经是晚上6、7点了，家人们。下车了，下车了，啊，这个终于结束了，这到西安就到头了啊。这个车，我现在已经到洛阳了，车上还这么多人。到洛阳，结果这天气还下着雨啊，哎，得了得了得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哎，终于这个到洛阳了，可以回去了。冒着雨赶路啊，看，飘的一脸都淋湿了，你知道吧？哎。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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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个终于到了啊，暑假出门太煎熬了。太多孩子学生了，哎，回家。